好，你好，我是诺斯。好，今天后面呢，继续进行我们这个迈阿密热火队王朝摸上来。上次影片之后，我们是以基本上绝对的碾压优势，赢下了这个总冠军啊。那我们今天就来继续看一下我们迈阿密热火队，能不能再让我们的整个队伍更加升级。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就直接进入到我们明年吧。好，明年的话包含泰森·钱德勒。什么 Crawford、Kel Korver、Hanselin、Porcaro、Trevor Ariza 这些 Smith 这些球员都退休了。Chris Paul 应该还不用退休，不用那么早。其他球员的话就先退休了。然后来看一下这个乐透选秀，乐透选秀肯定得是没有我们的事的，不是吗？今年乐透选秀的话是直接到第三十顺位啊，这个其实也没啥好说的啊。但是在今年呢，我有用这个球员的这个模组啊，它就比较不像是我们往常的那些球员啊。那这些球员的话就会看起来比较不一样。那我们这边最主要可能有机会要到的球员的话，我先想一下我们阵中缺乏哪一类的球员。首先控球后卫这边的话我看似还好，包含这个 Terry Condon 还有这个 Dan Schroeder， 那这个 Patrick Beverley 这些球员都是不错的。那至于说要不要做这个 Patrick Beverley 这个球员的交易的话，那是可以做的。那我们二号位的话包含这个 Tyler Hero 还有我们这个 Duncan Robbins， 这两个球员的能力都已经慢慢的上来了。然后三号位这边的话就包含 Jimmy Butler 然后 Andrew Robertson 这些球员，四号位整体而言是可以的。五号位我们这边有一点点缺少，所以看起来比较缺的话，我说实在的好像得是四号位感觉啦，相当起来比较是像是四号位啊。所以我们在今年的话就来看一下选秀里面，因为毕竟那个选秀权是不能交易的嘛，对不对？那我们这边还是得看一下 Patrick Beverley 这边最后一年能不能去换一些球员。魔术队这两个前三顺位保护有点棒哦，就是基本上你只要不要用到前三顺位，这两个选选都是你的。因为确实就是这样子，如果我是前三顺位保护的话，我们你真的要做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SL 大法，就是直接储存读取，储存读取，然后读取到前四顺位的话，就是最高的前四顺位的话，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选秀权留下，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秀权啊。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Patrick Beverley 这边就直接交易掉，我觉得并没有太多需要在意的地方啊。那我们今年唯一一个选秀权就是第一轮第三十顺位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球员可以来试看看的。哇，看起来没有什么好的控球后卫可以要。有没有51岁的阿公？有没有两个51岁的？看起来比较可以选的就是这个 John Lawrence， 这个球员是比较可以选的。要不然其他球员的话，没有必要选，我就这样选了。6尺6这位，那状元的话是这个 Big Harris， 这个 Big Harris 感觉蛮屌的。其实这一届的控球后卫，不然说看起来没有特别出色的一个球员。然后这边就 Tyler Hero 继续留下来，然后接下来这三个人必定得留，因为这三个人真的是如果可以压薪资的话，对我们来说是很棒。好，那我们在今年啊，我们有很多的薪资空间，总共有快要1亿的薪资空间可以操作这些球员。首先第一点的话，当然字母哥得拉来，而且应该基本上直接拉顶薪是没有办法不这样做的，就是如果你要他的话，直接拉顶薪拉到最顶，然后直接不可交易条款给他，这是最有机会可以达成的。既然我有字母哥，我就不需要 Anthony Davis。 当然如果假设我们要其他球员的话，可能要字母哥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在于说我们如果有些球员要续约回来嘛，包含这个 Dan Schroeder 跟这个 Kenrick Condon 嘛，这两个选一个的话，当然这两个都可以啊，这两个人都可以选一个留，但是这个毕竟是我觉得比较适合我们球队的，所以我给他1190啊，1090，哎，1090不行，那就得是1100啊，1120啊，1120。那这样看起来是字母哥加上这个 Cameron Condon， 然后这边的话就弃掉几个球员，包含这个 Andrew Robertson、Dan Schroeder， 然后 Montrezl Harrell、Ben Adebayo， 这个能不能留？这实在是太困难了，我觉得太困难了。我相信 Adebayo 是留不下来啦，但就是毕竟还是得问看看嘛。2280，我这边拉到最顶的情况下的话，要操作薪资空间，好，就证明了就是被 Adebayo 是要不回来了，这个得是没办法的事情。好，我们先把所有的薪资空间挤出来之后，我们还有1500万。这1500万的话，首先Duncan Robinson 得回来，就是他很好用，他真的很好用，就是我不能平白无故就把他拉掉，对不对？所以给他1350，1350不要，然后1380差不多，1380，1370好了，可以，1370有机会。然后1370他拉回来之后的话，就开始找一些就是
便宜球员啊。我想得到便宜球员的话，可能包含这个 Austin River、 Danny Green、 灵堂射手没问题，二加一，然后球队选项啦，好不好？到330万一年啊，差不多啦，就是也不能再给你太高了，或者把汉森怀塞要回来，这是我理解上最有机会的选择。因为汉森怀塞原本就属于我们球队嘛，对不对？原本就是我们迈阿密热火队的球员，如果能要回来的话，三个选一个。 Danny Green 我先缓缓，汉森怀塞回来、啊、Duncan Robinson 不留下来嘛，那就 Dennis Ruder。 Dennis Ruder 这边 回来之后的话，我们阵中的这个薪资还能维持住啊，1260，那就 Robinson 再要一下看能不能啊，我觉得有点难。 Danny Green 这个肯定得是可以问看看的、啊、就是也不用太那个，不用太在意、哦、都回来。所以 Danny Green 不可能回来， Danny Green 没回来没关系啊，就是我们已经要到汉森怀塞啊。好，我们这样14个人凑齐啦，我们这个阵容啊，说实在的啦，冠军肯定得是有的、啊、就我怎么想就是肯定得是有的。 Yes at the combo 加 Jimmy Butler 加上这个 Tyler Hero 还有汉森怀塞 Dan Schroeder， 这个先发阵容一字排开，尿都流出来一半，你知道吗？但我们阵中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三分球其实蛮烂的，就是我们三分球其实并不是那么好，所以我还是得问看看字母哥能不能稍微练一点点三分球啊，就一点点也好嘛，是不是？好啦，我们这个阵容我老实讲啦，比我预期的好一些了。 Dennis Ruder、 Tyler Hero、 Jimmy Butler、 Yasser Kumo 跟汉森怀塞，有一点回到当初那个迈阿密热火队的感觉啊。然后我们这整体的锋线型球员都还蛮多的，我们这后场组合防守虽然普通啊，但是我们这个 Jimmy Butler 跟 Yasser Kumo 这两个人都是防守顶级悍将啊。当然你要说汉森怀塞防守烂到爆炸，这个我也不会否认啊，但至少在篮板巩固方面的话，他还是可以做得到的。那我这边把嫩拉到二号位好了，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球队至少在这个阵容分配上的话是一个均值的情况。好，这个是 OK 的，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打一个小球的一个替补嘛，对不对？还行啊。然后进攻的话就更加进步一点，进步到89评分，原本88评分。好，那我们在今年啊已经达成了我能理解到最强的球队啦，是不是？那接下来的话有一些人想要续约嘛，那 Jimmy Butler 如果这边想续约的话，我就尽量能弄低就弄低嘛，对不对？低到3000万第一年，3000万第一年太低了，3050啊，3050第一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明年续约上面或者是签一些球员上面的话就更加的 OK 一点。好，那这个就直接签他个三年，反正他也没啥用嘛，对，我可以给你签4年啊，就4年你就慢慢练啊，你我也就不管你好不好。我们这个球队绝对是有所牺牲的啊，但是在于说我觉得还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阵容啊，就是拿个3年冠军就绝对不是问题啊。然后我再想一下我们还有什么球员可以要来的嘛，2年1+1，然后1+1，然后给你这样子接受了，漂亮。那这样子我们阵容就是一个很健康的阵容啊，然后这个 Miles Leonard 就可以在替补安心待着啊，是不是？好，我们的进攻又更进了一步啊，现在聊90评分啊。我认为我这一系列操作都让我们这整个球队已经到达另外一个巅峰了。我们这边再来看一下我们在季中的时候会不会有任何人想要跟我们做任何的交易。好，那我们这边话先聊到季中，我们先看一下在季中的话我们会拿下什么样的战绩。好，那我们现在聊到季中，我们现在拿下37胜15败，整体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棒的战绩。我们现在排名全联盟第一名啊，跟这个麦威斯灰熊队来比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麦威斯灰熊队何方神圣，哇， Kawhi Leonard、 John Murray 跟这个 Triple J， 灰熊三少都在耶，哇，这个阵容的话说实在真的是不好搞啊。哇，其实好几次我都可以看到 Kawhi Leonard 来到这个麦威斯灰熊队啊，其实是一个蛮可怕的一个事情、啊、有机会的话我还蛮想对岸看这个西区的麦威斯灰熊队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跟麦威斯灰熊队有没有所谓胜败，而我们最后是赢了一点点。我来看一下 ，Yes Combo 等下41分15篮板3助攻一超级一组攻的全能性表现，整体三分球命中的话有接近50%，然后其他球员的话，包含 Tyler Hero， 包含这个 Kendrick Nunn， 还有这个 Dan Schroeder 这些球员表现都还不错。然后 John Murray 这边等下这个21分3篮板7助攻2超级整体表现，然后 Malik Beasley 这边是等下18分2篮板2超级一个表现。但除此之外的话，快乐的是轮休是吗？应该是哦，他应该跑去轮休了。啊，不见了。但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战绩应该在今年拿总冠军应该是不在话下的事情。好了，那我们今年的话就直接来到季末来看一下我们在今年会拿下什么样的战绩吧。好，那我们现在的话来到季末，那我们在今年的话拿下54胜20失败的整体战绩。好，那我们在今年的话是卢卡当俊拿下 MVP， Chris Hart 这边是拿最佳新秀， Devante Graham 这边拿最佳第六人， Yes Antetokounmpo 这边拿最佳防守球员， Marvin Bagley 这边拿下最佳进步奖，以及我们金凯瑞是拿下这一个最佳教练。好，在东区的话我们果然还是稳坐第一啊。哇，有了字母哥在迈阿密热火队啊，东区真的看不
不到密尔瓦基了呢。我看下密尔瓦基公路队现在他们的战绩是怎么样。密尔瓦基现在补进了 Vito Oladipo 啊，那又怎么样？他们再怎么强都强不过字母哥所给他们的影响啊，这个是太难受的事情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一场比赛啊，对决我们的费城七人队，今天来说应该是可以轻松打过去的。哎呀，这第一场比赛居然输了。第二场比赛这边的话也是感觉应该是赢的啦，赢了。有没有就2-1？有没有就2-1？哎，可以2-1。哦，在自家主场打球打很凶哦。有机会可以逆转吗？可以，赢了。如果这场比赛有机会的话，可以进去看一下吗？应该是可以进去稍微看一下的。这场比赛应该是有机会可以逆转。好，来看一下外线，进去里面好球 ，Carroll Cannon 这边直接一个轻松炮投进去，哇，这是一个漂亮的开后门。好，来看一下 Ben Simmons， 这位是 Carroll Cannon， 哇，这个身高差距实在太大了。然后 Tobias Harris 又进去里面，直接选个中距跳投，这边守到了，这边字母哥拿下篮板之后，直接快转给前场的 Carroll Cannon。我们会选择怎么出手呢？这边一个中距跳投，这球被干扰到了 ，Ben Simmons 拿下篮板。这边球快到前场，这边拦得住吗？似乎是拦不住了啊 ！Ben Simmons 直接一个左手扣篮。好，来看一下 Jimmy Butler， 这边再给禁区面，字母哥这边直接抛投，这球进去，好球！这边 Hassan Whiteside 直接下个挡拆，挡拆之后有一个三分球机会吗？这球没有选择直接出手，这边直接进去 ，Hassan Whiteside 是直接要了个犯规。那个 Hassan Whiteside 本身的那个罚球姿势啊，是蛮特别的，但是这边能进就好嘛，是不是？防得很紧 ，Tyler Hero 再给到禁区里面 ，Joel Embiid 这边过来双人包夹，这边 Al Horford 一个三分球直接出手，这球进，完蛋！这边没有想到是直接放给外线一个三分球机会啊，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看挡拆之后，有一个中距跳投，这球进，可以。然后我们字母哥他那个在中距上的把握已经越来越进步了。好，来看一下 Ben Simmons。这边又是过来双人包夹，你干嘛啊？你为什么要双人包夹啊？啊，不是啊，我可不可以把那双人包夹调掉啊？我觉得那个有点妨碍我们赢的机会啊。前沿去直接垫步中距离，这个跳投好球。这边我觉得不要包夹应该都还有机会啊，但他如果用包夹我就真的不知道了。啊，进去里面守得很紧吧，直接守到火锅盖过去，哎呀漂亮。果然韩森花赛最有名的那个火锅啊还是在的。好，底角再给 Ben Simmons， 进攻时间剩下最后10秒。这边继续切入，这边守得很紧，是要到一个犯规。时间上对迈阿密热火队来说并不是非常有利啊，目前已经来到了6分差距。三分球如果能够进的话，就都还有机会。或者是强硬的两分出手，这边继续反手好球。现在目前还不需要做任何的犯规战术啊，但是就看能不能防守住了。好，下个挡拆之后换位 ，Ben Simmons 这边被两人包夹，再给外线的 Joel Embiid， 再给 Al Horford， 这球防得很紧，拿下篮板。这边可以直接快攻，快攻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把这个比数拉回来两分。这个三分球出手，这球没有进，没有拿下篮板。哎呀，这球是一个好的尝试，可惜是没有进这球啊。但是没办法，这边只能说他尽力了。18.3秒啊，六分差距啊，除非两个三分球啊，但是能够得到机会就是微乎其微啦。这边进去里面直接灌篮好球。其实这场比赛的话，有好几次三分球尝试啊，但是可惜是没有命中了。但这其实没办法，就是关键球也不是每年都能命中了，对不对？好，这场比赛结束了。其实整体而言的话，算是令人满意的结果啊。那最后比数是115-108，那我们这边的话系列赛依旧是由我们来领先。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来到第六站啊。这第六站应该是可以吊打了，总算应该是得吊打了吧？字母哥这边应该不可能天天落赛。字母哥拿下33分、13篮板、6助攻、6超截、1助攻的全能性表现。那这边 Dance Rudder 是加27分。哇，那是不是也是一个大爆发哇 ，Jimmy Butler 这边的话就开始慢慢的让自己的这个身份变成就是以纯粹的防守跟这个做一些进攻篮板这些能力为主了，这是我觉得他比较好的一个做法。要不然每年都像今年的这个季后赛一样把自己打了累的半死啊，我看他再撑个3年他大概也不行了啊。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晋级到第二轮啊。好，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纽约尼克队 ，What the fuck？ 纽约尼克队，我纽约尼克队居然吊打我们这个东区第三名呢？哇，除了 Randle 跟这个 Lonzo Ball 这两个。这个湖人队前队友啊，有没有在这边又聚首了？有没有？好，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对战队伍啊，那包含这个达拉斯独行侠队对上我们这个牛郎鹈鹕队，以及我们这个麦兹灰熊队对上我们这个丹佛金块队。然后东区这边的话是克里夫兰骑士队对上我们这个纽约尼克队。克里夫兰骑士队来到东区第二名是什么鬼？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这是什么东西？没有，我现在认真的在怀疑是不是 NBA 2K 里面有那个克里夫兰骑士队工程师，你知道吗？这是什么鬼阵容？他可以拿到东区第二名，这是什么东西？哎，我好说歹说也是有 Yes 的 combo 加上 Jimmy Butler， 还有这个。
Tyler Hero， 我才有底气说我自己是这个东区第一名吧。我们这边有这样的一个阵容，然后他那边也不过就是一个85评分的，然后他说他是东区第二名，看这东区也太差太多了吧。啊，没关系，奥兰多魔术队这边的话，我们就应该是能屌打，我也是不管他们有什么啦，就是他们再强应该也是强不过我们啦。好，在这边第一场比赛结束，我觉得其实比赛好像看都可以不用看了，因为就是字母哥就是屌打奥兰多魔术队啊，这个就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就是没有道理不是，你知道吗？就最多就输一场嘛，对不对？不过看一下这场应该是不用看了，应该是赢了，应该是个4-0结束啊，我觉得跟他们是没什么好说的啦。可以就直接4-0打掉啊，然后 OK， 这还是比较正常的嘛。这个格里夫兰骑士队打个东区老七，还要打个这个4-3，太难受了吧。然后纽约尼克队这边的话 ，Lonzo Ball 加 Julius Randle 那个组合，其实我自己就觉得没有很强啊。啊，那我们这边的话就直接模拟到这一轮结束，我们就直接结束今天的影片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决这个纽约尼克队这场比赛啊。哇，这场比赛感觉有点东西可以看哦。好，没关系，我们这边稍微进去看一下吧。好，我们在这场比赛的话可以看到 Yes 的 Combo 是受伤啦，但是我只能说还好啦，字母哥居然受伤啊，他还是能够屌打了，继续三号球命中。我们现在字母哥真的是变成一个控球四号位啊，我觉得基本上就算他受伤啊，还是得控球啊。来这边下个挡拆之后直接切入进去里面，选择强硬的上篮，这边是要一个犯规，能够冻结时间啊，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极度有利的啊。目前的话是来到了5分差距，好球。好，来看一下 Julius Randle 这边对位字母哥，在给外线的时候这边是直接发现一个失误， Daniel Shooter 这边直接快攻2分。好啊好啊，目前3分差距啊，对位纽约尼克队可以不用这么的辛苦啊，对不对？再给到这个 Lonzo Ball 中距离跳投，这球进，这边是一个强硬的上篮，这边来下个挡拆之后慢慢拉回来外线，再给进去面字母哥想贝兰单打，这边双人包夹 Daddy Through 的三分球进。哇，目前来到2分差距，那现在的话对纽约尼克队的压力的话其实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了，并在这个对方家主场嘛，这个进攻还是得尽量的保持住，这边发生了一个失误，但是球友好不容易的救回来了，再给底角，底角这个三分球直接出手，这要进，哇哦！那目前的话来到4分差距，这边直接切入进去面，哇，这球出手并不是那么好啊，这边没有拿下篮板 ，Julius Randle 这边带球快攻到前场，这边再给底角 MPJ 三分球出手没有进，球拨出去是给了迈阿密热火队的球权。好，这边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方向很简单，就是让字母哥带球冲到前场，如果能够进的话就进，如果不行的话就分出来外线啊，这是最好的打法。这边一个半转身之后直接切入进去，面是要个犯规，这边是直接进行这个罚球。那如果两罚要进的话，目前的话就来到2分差距，其实整体而言的话压力会稍微小一点。哎呀，该死的，刚讲完你就给我这个这罚没进啊。这边这球出手，这球不好， Airball 的情况下的话，字母哥快要前场，你会想什么选择呢？其实自己给底角，等下输着，这边直接被火锅盖出去了。哎呀，好像有火锅非常非常的标准啊，但是我觉得这球会伤到 Dennis Rue 的这个进攻节奏啊，那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迈阿密热火队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对啊，还有30秒的时间，看一下 Dennis Rue 的这边在外线又是个三分球，直接选了出手，这球被干扰到了。哎呀，在同个位置被干扰了2次啊，那这边时间的话应该会慢慢把它拖完啊，那这边应该估计也不会寻求任何的犯规啊。这个 Julius Randle 这直接进去是一个火锅，拿下球的情况下这边是直接选择一个暂停啊，那这边的话就得看能不能做出一个三分球的一个投篮。来 Dennis Rue 的这边三分球，哎呀，夺光而出啊！这边这最后一球有点可惜啊，连续三球的三分球，一个被火锅，两个被干扰啊，最后都没有进啊！哎呀，可惜了。好，那这场比赛的话是102-99啊，那其实最后那颗三分球没有进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但是我只能说，双方都是打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好，那目前纽约尼克队的话是1-0领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是轻松的取胜了哦，141-89啊，这样才是正常的情况嘛，对不对？虽然这个 Yasir Combo 这边全程没有进任何一个三分球啊，但是他总共得下44分、21篮板、2助攻、5超截、3助攻啊！你相信这是一个受伤的人打出来的数据吗？这太夸张了吧！啊，除了 Randle 这边直接被打到尿出来啊，真的是很难受。那目前1-1，好来。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话应该是纽约尼克队赢了。好，那我们现在的话来到第四站啊，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应该得是我们赢了吧，应该会有点接近哦，好像可以进去稍微看一下，对不对？
来来继续看一下这个最后的这个2分29秒。好，Jimmy Butler 给到 CS 的 combo， 这边直接切入进去里面，这球员直接抛投进去，好球。好，来看一下外线 Lonzo Ball 被双人包夹，投神这球三分球进啊！哇，这球三分球的话帮助这个纽约尼克队啊重新把这个比数拉回来一分差距。来，这边字母哥切入直接中距抛投，这球没有进，这边再上，这边是要一个犯规。好，来看一下 Lonzo Ball 在外线，朗佐波给要进去，出来 Randle 这边贴得很紧，这边应该是没办法轻易的进攻。哇，贴到一个没办法再紧了，这边还要直接上吗？这个选择实在是太惨了。这边双人包夹，再给到外线朗佐波，这边双人包夹 Michael Paul Jr. 这个三分球直接出手，这球没有拿下篮板，这边的外线又有一个机会。哇，这边 Mitchell Robinson 这球没有进，字母哥拿下篮板，这边快到前场，没有，这边可能是因为伤势的关系，这边选择慢慢的带。垫步两下，这边上，这球没有进，这个进攻的机会有点浪费掉了。目前的话是100-101，目前一分差距。这边我个人认为任何的进攻机会都不能放过啊！来看一下，给到是这个 Stan Schroeder， 外线字母哥，字母哥切入禁区里面，那个禁区里面 Hanson Whiteside 直接一个轻松的灌篮。目前双方是交叉领先，禁区里面直接选择是一个火锅，但是是一个犯规。哇，朗佐波手非常非常紧，这边要怎么选择出手呢？这边不要！哇，等一下，十五者，你是不是在戳我啊？我才牵你回来，你现在就戳我！哇，这什么鬼啦？你不要再搞了，好不好？等一下，十五者，来，字母哥，来个外线，等一下，十五者，拜托你，新的球，你还是不进？没有，你不想在迈阿密热火队，你可以走啊！真的没了啦！哦，在。我模拟的情况下，他没有经过任何一个三分球。你看 Tyler Hero 这球三分球就轻轻松松就进了， Dennis Schroeder 这边投了四球都没有进。我真的觉得 0.9 秒要直接快冲到前场，还要这球不进哦，还是有进的，没机会了啦。好了，不可能啦，不可能啦， 0.9 秒不可能的啦。哦，不行啊，这不能输的场，你知道吗？这 Dennis Schroeder 真的是戳啊，目前现在3-1。哇，等于输的你今天13投2中啊，你是想怎样啊？好啦，那我觉得今天的话，我因为那场比赛我现在心情没有那么好，所以我这边建议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在这个地方。那如果各位喜欢今天影片的话，请帮我按下一个喜欢啊。那如果突破5Y喜欢的话，我会来跟下一期的影片。那我们这边的话就下一期影片再见咯，拜拜。